邓威说杨子是个慷慨的人，这句话引发了网友的热议。邓威和杨子是即将上映的电视剧《长相思》中的一对官配夫妻，两人在剧中有着甜蜜的对手戏，也在现实中建立了友好的合作关系。邓威在直播中回忆了他和杨子的第一次见面，以及杨子在片场的专业和细心，不禁赞叹杨子是个可爱和慷慨的人。